今天两相见，安排完了。拜拜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雅，今天中午就去二天了。箱子、泡沫、网套都准备好了，今天我们准备发2000箱货啊！来了不少工人，大概20多个工人在这里打包。一会儿我还要回乡下去摘果子，那边也有10多个工人正在摘果子。小雅，这么多工人，一会儿你要把他们看好啊！我也第一次管这么多人，一下就来20几个人，去哪里找了？就在昨天晚上联系的嘛。啊，让他们挑干净一点，果子只要是有那么坏的，全部挑出来。啊，放心好了。一会儿我也会给他们再打个招呼，因为我还要回乡下去摘果子嘛。啊，那你先去忙，在这里。好的，好的。这个爱媛果冻熊呢，它的皮是很薄，然后它就是那种软的水果，所以我们要仔细看一下。大家收到货呢，有出现有擦坏或者有那个压坏的话，就找我们哈，我们会给大家处理的。中果呢是70到75以上的，这个是70的果，但是有时候进洞不够的话，我们也会装上80的果进去的。泡沫2层，果子是24个。这边的姐姐呢正在装5斤大果，2升啊，1层有6个，11到12个左右。如果大个很大的话，也会空格1、2个。加上一些就5点，1.17、18就直接装上，多了就多啊。大果的话就有3种，我们要均匀一起装上，要不然的话它要稍重。这75、80、85啊，大家收到货的话，如果全是这个85的果的话，会空格4个左右；如果全是这样80的果的话，也会空格1、2个。装箱的时候呢，如果全是一样大的话，它就会空格很多，所以呢要混装啊，75到85的果子把它装上。回来了。赶紧下货吧。给大家加急发货，这一批货发完了，我们要先停发，因为要给大家保证时效。准备吃午饭了，干了一上午，大家都累了。我们休息吃中午饭了，看阿姨吃饭了。妈妈说话你没吃多。妈妈说话你没吃多。哎，你说，我在吃。妈妈说，走。在中国做老板和老挝做老板也是有区别的啊。如果在老挝的话，老板就是在里面坐着吃，在中国老板要在外面站着吃。这样才是要做质量，供人吃饱，是吧？给我们做这个话要做好一点。
是的。哇，这样这样来吃也是很香。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好，一汤吃了，装满了，我们就站着也可以。多吃点哈，香不香？今天两项健安排完了，好，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休息健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